大家好，吉拉片卡姑，大家好，我是阿片。那我们今天就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成果。那我们今天的成果就是今天协作大概做了20个单词，然后还有大概100个单词需要大家的协助这样。那今天就是再讲一下早上小谢教的那个，巴西班纳卡姑阿尼尼读只在阿迪尼，然后那个下面的单词是阿密斯，就是北方的意思。然后这也是一般人会用这个来称呼阿密斯，或者是反着来称呼阿美族这样子。然后因为刚刚老师才传给我了，所以小谢刚刚有提供一句，就是他想要讲粤语的话这样子。然后刚刚老师因为他没有带手机，他临时刚刚给我说可能还没有练习，所以我大概稍微讲一下，然后等比较好的可以请小谢或者老师再录一遍这样子。那我大概讲一下，就是我马来维丁啊，维丁安，咖尼啊，布斯汉阿都噶古曼安，古纳居林比啊，少布。然后后面就可以中文就是居林比是一个交朋友、吃东西、喝酒的地方。老师小谢那个叫我提供，因为老师刚好出去，所以都没有马上可以及时的去填那个表单这样子，是的，刚刚在座位位置上面说，老师回来的时候传给我这样子。那我们还有需要努力的地方，就是我们有三点，就是第一点就是征求前端工程师协助我们并来界面，然后第二个地方就是页面分享与搜寻的地方能够显示更正确的字典名称，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 PWA 的版本，还有需要复制网址的按钮，然后这地方就是还需要大家能够协助的地方。然后好嘞，谢谢大家。Bye.